跑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然后他旁边的随行两三位，就他就有特权，每个人的随行就一位，他就两三位。后来第一天完了之后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小美选到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选到他，虽然他有点别扭。是小美，我觉得小美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她很别扭，非常别扭，吃饭她都没办法跟大家在一起，跑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然后她旁边的随行两三位，就她就有特权，每个人的随行就一位，她就两三位，但是呢，我们那时候在测试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两集吗？我第一集一结束我就知道说，我就非常肯定。我的状元就是林浩，但是其实当时就是王子跟小美，我知道我这两个我要选到，但是我知道这两个我没有办法同时都选到。后来第一天完了之后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小美选到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选到她，虽然她有点别扭，但是别扭完了之后，就是选完队长之后，我觉得她整个大转变。在我心中，再爱你，在我心中。